哎呦妈，就是细节的，要跟他还注意，就是别弄脏了，对，就行，这个。那也是后一个用的一个，对对，肯定是杨子强卖的。那根蓝的就是光纤哈、啊，对对，直接切光爆是吧？哦，不包切开了，肯定是爆。那个刀哪能切外头那层膜去？对，是上卡尺，上完卡尺之后再包就行。要是包长了之后，那里边时间长了容易折。哦，哦。这得小卡具是卡具里边，你要是那个自动的那种接头的情况下，一盆儿有倒插的那种。哦，要长度大约就是在1公分左右，切完以后，不到1公分吧。这个家具它那个长短是固定的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跟接头都是配套的。这个快速头现在里边还有那耦合液吗？你说那个接头里边有油，它有油，有哈，嗯，我一查，看插到的这个距离啊，位置差不多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时间长了，接触时间长了，就能感觉到什么时候属于一个正常的距离。接到八字了，对对，有红光，有一打子那红光。不，您就是这种做法完以后，它整个接头的这个时候一般在多大？这个东西在如果说是手法好，那个就件儿也没问题的情况下，在一。